那最后来讲，好，那可能要跟老跟苏老师说明一下，是我们课程呢，不用另外来请出的哈。那不知道老师今年就多出一晚了，如果多出一晚，我们当然来哈。如果没有多出一晚，我们要提早让老师下班哈，大概三点半，我三点半起，好，大概就做完，大概就是我中午其实中午也都不下课了哈，就自己做下课动作。那今天一样，我材料只有20份哈，你一直放给老师，我就为了我有没有在做额外的材料的那个费用哈。那这是其他课程，就不像平常哈，只有备补课，备补材料。好，那我这个时间呢，等下就交给我们的我的副商老师哈，他真的蛮厉害的哈，真的。那昨天上那个光焊接这块，到电路板这块哈，真的靠他一个人哈，撑场面的哈，把所有的。把所以不会亮的老师，这个真的故障牌子。那我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哈。那就等下待会还是可以问老师，他东西蛮多想法哈。那这个数学老师，数学老师嘛，对，数学老师，竟然可以把生活科技，尤其是七年级的，不管从机构到八年级的电影控，到九年级的机电整合。他的系列课程哈，坦白说，真的受益良多了哈。那我们也是哈，非常感谢他，我们未来还会邀请他了。如果他有新的一些课程哦，我邀请他。听说他的光剑蛮厉害的哈，现在是在研究中嘛，正在研究中。哦，那坦白说，生活科技哈，它是要做逆向工程哈，逆向工程之后才能变自己的东西，那叫转化，尤其转化那个点很重要。那比较像我们礼拜四要办的工会一样哈，那都是老师在课堂上所推动的。如果把这些教材拿眼睛做分享，拿去做教学，你还是要转化。为什么？因为每个孩子的特性不太一样。这是我们大概一直在第二再三强调的，就是要不断的转化。那前面过程都是由老师自己去做补充。我都是现在都几乎都每个研习都叫做结果论都做结果比较多。那但是这个结果之前，老师的这个想法专利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大概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老师你就这个材料我们都自取哦。再来做一件事哈，老师您开过我们下午课程的结束之后，第一个桌子要帮我擦了哈，地板要帮我扫一下哈。我们这边是属于开放式的哈，不然我们要帮你们扫地扫很久哈。那我们就希望是大家共同把我们的这些材料拿去做哪些废料拿去做丢弃那也回复到像生活科技，让学生自己清扫工厂是一样的是一样，教师是一样的。那我们一定是学生我们要都听老师的命令一步一脚印好，来，那我们。